小八哥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这姿势太萌了，看你嘴巴毛都掉完了。真会享受。小心一点哦，别摔下去了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别摔下去了。摸摸头行不行？真乖，今天怎么这么乖了？今天这么乖。趁他在晒太阳，摸一下，多摸几下。平时都不让摸，这无影脚太厉害了。佛山无影脚。又来了。躺着晒太阳，不知道还以为他快不行了，晒得他直张嘴，张这么大个嘴巴。你好。摔下去了。好了，站手上晒一下太阳。今天太阳很大，晒一下。把翅膀张开。张开一点。
这八哥又打起来了，放开，想干嘛啊？你咬他干嘛？他哪里惹你了？你欠揍是不是？放他出来洗澡就打起来了，真的是。你还打电话搬救兵呢啊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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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来，还来，他走了，你还来？那一只小小乌被他吓得躲进这里面了，不敢出来。他一看到那只鸟就使劲的咬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不咬小黑，他就咬那只小小乌。飞走了。